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相心清微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本师本神师，观音师观音六大家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篇这是八拜的这观想文啊，顶回听讲讲到第七愿啊，这第六愿、第七愿、第八愿呢，拢是。不能带观的，叫做信观行啊。虽然啊，那些的电视都讲情节变过，但是信观行啊，就是咱净土法门的三主流，真重要，真重要啊。所以呢，讲较这边，哎，蛮无要紧啊。咱就把看第七观啊，看七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！愿往生，愿往生，至心归命礼，感恩南无，大慈悲护欢喜阿弥陀佛，无量大愿力，充满着一切众生的心性，愿将诸众生同生安乐国啊！这是大愿，无量的大愿力啊！第七愿可能讲过诶，款是吧？是讲啊，第七愿还是第七愿讲过啊？啊？阿未讲啊？啊，第七愿未讲哦，大愿力啊！这信啊，那电话讲啊真详细啊，但这信心要建立起来呢，爱信主信他啊。信俗信力信因信果啊，我一大师讲的那六信，有这六种信呢，咱的信心才会坚固啊。这电话讲的足详细啊。说咱往生来到世界呢，啊，还有百分之百的信心，一叔叔啊，怀疑都未使的啊，未使有怀疑心啊，信主的话，信人家的良心。你怀疑个良心啊，这三昧大事就做不成啊。信他呢，信佛，这佛啊，可以得到人相信。因为这佛啊，将来没达梦想啊，一再做佛啊，无讲别差的。所以佛讲话呢。咱拢爱相信啊，信主信他，信俗信力啊，信俗呢真正有影极乐世界，佛祖呢啊，甲咱讲极乐世界，从是西方故事嘛，你佛祖有世界变化极乐，伫多少位拢甲咱点出来啊，信俗真正有这有极乐世界，真正有阿弥陀佛啊，释迦牟尼所讲的呢，拢是真的。啊，信力呢，虽然是离咱家近，这般的佛陀，其实呢，无出咱这点心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们叫世界呢，是一点都够，一点。啊，没讲像咱家台北那个家呢，坐火车坐了三四点钟，三点半钟。这几个号三点半钟，这
做江河要三点钟，要那个美国这喷射机要二十点钟。啊，起码有人讲要去太空佚佗，起码有人讲啊，有人去啊，一摆爱偌济，一摆爱500,000，我要坐去虚空佚佗偌久，15天。乃至一礼拜，安尼一礼拜乃至15天呢，500,000。美国即个数字呢，啊，拢太空有诶，太空总站啊，就坐伫遐呢，待伫遐待一礼拜，还坐到等下500,000。啊，要个真危险哦，毋是咧开玩笑哟。啊，咱咧叫做世界一点。我就到位了，啊，要回来嘛一点，还安稳住宅，还没出车祸，也嘛没空难，拢没。我那个死人开始，我们来到世界哦，尤其是该出车祸死的人开始。我讲，你不幸哦出车祸死去哦，啊，你个经验无来到世界几年会，拢没出车祸，还没空难，也嘛没出车祸，哦，规家伙人听个笑干。哎，真正是真不可思议哦！啊，所以呢，钢筋呢，树立拢爱运用。意思来讲呢，离咱这十万里糊涂，那看着行嘛行未到，用这什么太空船看着这嘛这未过，这更嘛这未到啊！要呢，你呢不出咱这点心，这点都搞不呀？啊，心因性果。咱伫遮念佛就是因，因地的修行就是因，哈、往生个世界就是果，咱的学佛啦离不开因果，啊，看你种什么因，将来一定得什么果，啊，可能你做恶个是恶，还是你得种了恶个是恶个因呐，恶拜了得到恶个是恶个果啦，对了这个是无量诸佛啦。啊，你跟他不是啊！啊，这人真苦，那么拼人蒙拼啊！这跟他不是的人呢，你正着跟他因啊，这对的，后头是对的，我贵的受苦啊！啊，你无念体啊，乌乌漆漆无念体呢，后摆对的特生多，对的受苦，啊，这种做如是因。一定如是故，阿难修十善，啊，下品十善的做人，上品十善的生起天堂。哎呀，这种因果啊，拢是殊合不爽哦。世间法安呢，出世间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修素体修是因缘，啊，你修素体，啊，先别素体，啊，咱的进入很高，啊。咱修习的因缘呢，正辟几乎够；咱修了多万行呢，啊，咱做菩萨；咱念佛呢，念佛啊，啊，这念佛的因哦，啊，把咱往生的世界，咱来成佛哦，啊，这是够哦。所以这信呐，啊，信主、信他、信主、信力、信因、信果啊，啊，你呢会了解，啊，了解我如亲。你信心我都不重要，人看人讲东讲西啊，讲这讲你绝对不去。啊，那我啊，你莫念佛咯，你啊，心拢不动。真济人无初信会人无信心哦，叫我去个安佛堂，唔知我安的，别人安我是唔知啦。安的，即摆道教的，还是我道的哦，啊，见到。啊！你在家人来，你采阿弥陀佛，死人在你念咩哩啊？在家人啊，你采阿弥陀佛，哎，讲安尼个讲，啊，我看后尾地藏菩萨，啊，在家人啊，说使大采地藏菩萨，你管鬼个哩啊？我来乌白讲咧，讲个地人我要惊死啊！啊，阿弥陀佛啦，地藏菩萨，弄个青青灯来行，来念下下，讲要干结，我你想要干结，我人讲唔好采这啊。讲财政来得赚贵啊！阿弥诶，种地藏菩萨就贵昂啊！哎呀，恁都乌白讲咧，啊，这是无信心哦！啊，所以呢，
我下个礼拜爱学智慧，要信心啊！咱往生教世界是百分之百念佛一定去，这念佛往生教是正因啊，绝对往生的。念经呢就无一定啊，所以念咱佛来好好念，死去呢拢爱交代啊，交代出来，侬家念佛咯，唔好家念经哦。念经有功德啦，但是唔是往生的正因，爱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不是嘛，甲这莲女讲，甲阮本身师讲，讲我那四拢家念，四啊九工拢家念，唔免家念经啦。你念啊经，我也听无啊。啊，真正，哎，我有修行人都听无啊，个一般的人啊，无你信佛啦，你个念未敢听无。我不是讲骗死人，骗死人，也唔好啊。咱念，伊就对咱念，阿弥陀佛出来给世界，啊。我念经真足趣味哦，念经哦，佛菩萨的现前来出去哦，念佛啦，念佛啊，有莲花啊，佛祖来出。念经哦，只要往生叫世界了后，你该念经哦。啊，有诶看到因许多人转来哦，我只看到啊，甲讲哦，迄边诶一个到伫台北诶。嗯，未死个遐开始，啊，开始了死去，嗯，也啊，住伫个轮回啊，啊，住轮回啊，迄轮回嘛算战争个所在啊，嗯，西里一边啊遐，念家好个，见念拢见去极乐世界，我看到因老母啥呢，也甲因老母讲哦，啊，妈妈，马仔就是你个头七啊。啊，我哦，嗯，要甲你诵经哦，啊，你个转来哦，啊，转来领受啊。伊讲好啦，好啦，我会转来管理啦，会转来管理哦，哈哈，你看，干来管理哦，哎，啊啦，念经，啊，拢总是转来管理哦，啊啦，念佛，因老母的领导人念佛咯。哎，佛祖看现现哦，这下流到头前，一流到头前，领导人念佛咯。啊，那念经，伊讲要当个管理哦，我差很济了啊，还是往生极乐世界呢？啊，嗯，所以这足不可思议啊。嗯，虽然是只书生，咱才有信心嘛，爱发愿，爱有愿力哈。这阿弥陀佛这个佛法是只被台湾。啊，每一个愿呢，拢要利益一切众生。咱虽然未晓发愿啊，咱皈依呢，拢发四方誓愿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你能发这愿无？有啦，大家拢嘛发这款愿，功课做啥嘛发这款愿。这款愿呢，叫做庄愿啦，庄愿啊。那你也是个发别愿，你庄愿，啊，庄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你发誓愿来开度。有人我安尼讲咧，师傅啊，我这愿发这大，我会惊咧，讲伊惊咧，愿发这大，众生要坐就要怎去度啊？嗯，讲伊惊啊，你免惊，一切众生嘛无出咱这点心啦啊，嗯，你心发愿愈大，你愿愈有成就啦。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哦，那无量无边的烦恼哦。啊，嗯，看袂安怎去断哦？啊，你发誓愿来断哦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嗯，佛讲法门八万所种，我加持加持，嗯，你也发愿来去解悟哦。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啊，那么成佛呐，用咱助力个哦，讲爱三大阿僧祇劫哦，无退转哦，爱修三大阿僧祇劫，咱才会成佛咯。啊，嗯，啊，这种叫做庄愿，庄愿。别观呢，可可是阿弥陀佛，这就叫做别观。一个观，一个观，一个观，一个观啊！
发出来。这个观呢，你也不是应该读，阿弥陀观不是应该读，真正人拢背起来哦。我一讲啊，去庙里，那个这些女士，因老爸啊，开始啊，就讲这个工作要开始。啊，这个开始呢，两个女士呢，伊讲说啊，哦，我听你的讲经，两个真欢喜的。哦，啊，是背我，难怪侬也要背呢。哪个哪个侬，侬也要背哦。是背我，侬也要背啊。我讲我就好哟。啊，嗯，啊，不要沾意识啊。啊，咱这观呢，咱念佛的那生活的观，咱家的观呢，有时啊，看这观这大的，唔敢换，唔敢换啊。这就换了呢。你想讲我做未到，啊！你想做未到呢，你就会退却。你退却就是讲会惊吓，唔敢去做，啊，唔敢去做。啊，唔特别做个定时，啊，你会安尼想啦，啊。其实愿呢，咱啊生活啊，所有愿拢装满，啊，你发的愿，可以讲阿弥陀佛，伊大家话嘛，啊，信我最好，啊。啊！佮讲地界八万，星光地界十万，众生即心心乃星光国，乃至十念，入不生者不起见觉。啊，嗯，伊假使我这愿，若无照安尼呢，我就袂幸福。啊，伊个已经幸福呢，这愿就是浓墨啊。所以，咱这净土法门的愿呢，真简单啊，真简单，唔是像普通法门的愿。普通话问完，都跟那啲四种习惯，有个人跟他听着，伊就会惊。众生无边誓愿多啊，芸芸众生茫茫苦海啊，众生加济加济，你发愿咪该多啊。那地藏菩萨讲：地下不空，誓不生佛。地下不空，誓不生佛呢？众生啊，都尽红尘菩提啊。有人问我地藏菩萨哪个当会成佛？地界还未空，伊是要怎成佛呢？哦，比地藏菩萨较还未修，一菩萨拢成佛啦。啊，哎，一个地方还未成佛呢，伊就是缘分足大。嗯，其实地藏菩萨成佛了，地藏菩萨成佛足简单嘞，伊拢顶格菩萨啦，顶格菩萨啦，随时随地拢可都成佛。所以大家唔免惊，唔免惊。但是壮士做这个呢，真困难啊。咱这他这个呢，他是客户的官，客户的官的。咱家有往生给了谁？这就佛法的官啊。所以讲无量的大愿力，充满着我的心性。佛的官的呢，咱念阿弥陀佛，咱的心修佛的官的。华严经安尼讲，讲咱的佛性佛呢，有一个辛苦啊，啊，叫做愿心，一切愿两定心，一切愿两定心，啊，一切愿量呢，也是讲，是干呢，家己发的愿的量呢，一切众生，一切诸佛发的愿呢。啊，所谓观定心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念佛啦，就是成佛的功德啦，啊，成佛的功德啦。那要发愿啊，要满真困难啊，所以咱要安怎往生极乐世界呢？你一定爱愿要去，足欢喜足愿足欢喜要去。足甘愿要去，啊！为人无啥甘愿，侬要叫说个无啥甘愿，嗯，佛祖大家面头就要坐啊，嗯，一个唔甘愿，唔爱，一个要哭哦。有时啊，罗汉佛祖，罗汉阿弥陀来几啊遍哦，真济人安尼，罗汉几啊遍，他就变阿坐啊，我开去，啊，为了专利有了了，啊，阮后生过几工就要坐无啊啦，
阿弥陀佛啦，你过几工后再来甲阿错啦。啊，这种无完要去啦，我病个要死冻哎哦，哎，臭干干哦，佛祖来错，伊嘛也去无想要去。这众生都是执着，啊，有钱的人啊，执着伊好业，无想要去。有地位的人执着伊地位，啊，荣华富贵，无想要去哦，啊，这款呢，弄中唔掉，弄唔掉啊。咱发的愿呢，爱切，爱切，啊，爱切咯，爱切，既然一切买来讲切，啊，啊嘞，啊就破音就讲到切。啊，切切的啊！那讲物件切的做两块啊！你莫看切，看就要看几块几块，咪几个电视啊！切咯啊！所以讲世间呢，一定爱切，心爱切，愿爱切啊！你才去成，你若蹲低一个，安尼去不成啊！我把讲你听，幸福做那个头前的那么那个头前啊，啊！伊讲烦恼因，烦恼因老牵手的药啊，食到今仔日，唔知要去药啊无？安尼安尼讲无解去，你也想？啊，过完一礼拜，人一直甲攻击，因太太一直甲攻击。伊讲我你唔去，我白插你啊！我把我看看，我要做我出来，你唔去，我要来啊！啊，因太太甲执着在去哦。哎，伊讲我讲恁听一个，到底要动力遐啊？因因先生做医生哦，哎呀，伊本身，学个做轻生的哦。最近佛祖是就要来个坐下哦，啊，佛祖上三千来啊，哗个休个叫因先生名，换生啊，换生啊，换生啊，因先生就换生哦，哈哈，哦，因先生看到伊那叫个遐尼急着，用是安怎？佛祖来，佛祖来，紧嘞，紧嘞，紧跪嘞，跪嘞，跪嘞，求，跪嘞，求，阿妹哪求？佮讲咱后生过一个月都要娶某啊！你佮求，结果过一个月才来甲娶，过一个月才来娶我去，看有颠倒啊无？你讲，因先生就跪嘞求啊，我无去啊，哎，佛无去啊，啊，所以这款嘞呢，就是心无切，啊，心无切啊。所以，咱们去极乐世界呢，一定要足欢喜的。平时的用功呢，平时用功啊，你就爱起欢喜心啊。未来极乐世界，拢爱最后了，拢爱回向啊。有阵你个佛祖讲啊，佢讲一个一个月，讲七天就七天，讲三天就三天，最好是三天就好啦，唔好讲真长啦。讲真长哦，足恶蛋的啦！啊，像我是讲三更，阿弥陀啦，我若要临终了，三更前来跟我讲，啊，来甲我通知，安尼呢，佛啊真正来甲你通知啊，爱着拢真正哦，啊，啊，你若讲伤长一礼拜，我足恶蛋的，哎，一个月要较恶蛋，啊，上好是两三更。啊，乃至一天又搁较好啊！啊，这款愿你也有安尼发，你平时啊，你都爱训练，平时爱训练，安怎训练呢？训练讲，即阵来搞错嘛，无要紧。哎呢，因为咱这娑婆世界是无常的世间呐，啊！你看好人或破病就破病，啊！你说这个正百个是妖气啊！啊，这啊叫做无常啊！人一生老病死，这种是无常啊。当时要死，人拢无把握啊。半途喘气，要是敲病住啦，啊，就容易死啦。啊，世间真正是世人念力都贵哦。哎，所以呢，什么时阵拢要准备爱死？阿边人准备呢？你什么代志拢啊准备好势？安尼呢？时间到你才行开卡。有个人唔是呢，有个人哦，好好多多，
代志准备无好势哦。可比讲，我欠人偌济钱，也毋甲恁厝内讲；我借人偌济钱，伊嘛毋甲恁厝内人讲，毋讲哦。而且毋讲的时候，死啊，你也看开，没死也都看开。啊，我借啥人偌济钱哦？也无写收据哦，也无一张支票哦，敢那那钱就用我讲的，讲当时要用我哦，哈哈。啊，拢也无甲厝内人讲，哎，即摆死啊吼，想要交代，未讲话啊，未讲话，想要交代啊，收慢去哦。迄时阵你也惊袂开卡，啊，讲借钱嘛，小心，我讲啥人借我借钱哦，啊，我若死，我借无他还，死你那还人哦。一定要做一个交代，未了的代志一定要创好势。你真好个啊！金银财产想要分了恁囝啊，分袂清楚，你拢会看开啊？啥物安怎才会袂看开呢？你家己要主张啊！我有5亿万的财产啊，我有3个后生，哎呀，我都是人分一回，我家己留2亿万，咱都辛苦拼。我好啊，做我念佛的主念，往生的主念，你心都无挂碍啊！死前这两个万险，迄款代志无要紧，你看袂？哎，在身边那报身边那啥拢会使的，所以一定要做一个交代好，准备当时死拢无要紧啊！这个愿啊，你爱安尼去训练，安尼去训练呢，死呢就无挂碍啊！囡仔细汉，你家己爱共款爱有迄个观念，啊！这囡仔细汉大汉啊，这拢是因缘生，因缘灭的，拢是因缘的啊！啊！你平时啊，对这佛理爱了解，因缘果报啊，啊，拢爱了解，所以事实也袂看来讲，啊，那我。这少年啊，我囡仔，哎呀，读国民校尔，我都来死哦！我这安尼减袂开卡，我请阿弥陀呢，你，你过华华十年，我再囡仔较大汉，我再来。啊，这就是颠倒，是种颠倒哦！啊，所以什么叫愿呢？什么叫愿力呢？除了佛的愿力以外呢，咱家己一定平时要做准备，准备个安怎呢？准备个将来死嘛，袂跨界。爱准备个安尼，大家听我听无啊？听好哦，听好哦。所以这净土法门虽然是真好往生哦，但你平时一定爱做准备啊。愿求是求，你平时要做准备。啊，准备个讲，我这段时间要来去，无看无解啊。现状呢？你要发现状，才发到安尼呢？要安怎才发到安尼呢？啊，咱这些拢无能力啦，连这书啊能力都无啦。你莫想讲咱这些真教啦，啊，咱个叫做世界，佛家叫做王母仙，甲阿弥陀学功夫，迄都有能力个啦。迄要安怎，咱如何都安怎？啊，你家的囡仔细汉，和你起个大汉啦，你嘛无得改了生死呀。啊！伊要歹啦，你敢好多个改乖；伊要不好啦，你敢好多改又好。有时啊，伊个神经好得一年，无个遐，你个改嘛唔听你个话哦。啊，咱个叫世界呢，咱就是有一款能力啊。所以呢，一定平时要准备个讲，什么时阵来，我拢做欢喜，安尼准备。啊！这边准备呢，分了真济种，分了真济诶展出啊。平时呢，你来安顿的好些，这是第一项啦。第二呢，啊，你爱怎样的福利？怎样讲？这世界跟去其他世界，迄差别偌大啊！直接到时候你食个一百回，你嘛是会烦恼当烦恼晒啊！啊，这烦恼当烦恼晒就是跨界呀。就是看个，这种会咱呢，自然往生一阻碍，啊，啊，咱那个叫做世界化开，叫做王无生呢，咱无烦恼，诸善不退转，
胃不退呢，被做欢呼；心不退，被做离心；眼不退呢，那人破无明的大菩萨，能力真大啊！但无能力，咱听我千佛，对不？咱就活得辛苦，别人听我千佛，千观世音菩萨啊。所以咱去家里呢，教会的能力，在家里啊，咱都无能力。上帝都唔免看个，结果世界什么代志都因人而起。啊，嗯，应认知，啊，自解决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家教会的力量，教会的功夫，教会的力量，所以什么时阵来呢？人拢就欢喜，唔免去看个，来看个晒。但你平时闹天火，来个咱同地呢，用个较好，用个好。我讲的作甚少听。您就会来看师父安怎拜吧，师父安怎拜，可问信呢，对吧？您来刚刚讲师父太太拢可问信呢，您知唔知啊？师父真爱拜佛的，啊，师父那平时三点就起来拜，一天上少拢爱拜三百拜，啊，刚上来拜三百拜，啊，师父呢？接回来，这师父先长大。我去问个医生，那你过信佛、过念佛，师父先是多也嘛唔知啊，师父啊，师父先是啥物作用，咱拢唔知啊，无研究啦。一暝不时起来小便，一暝起来不时起来小便。即摆，你若较慢，就起来起来一个撞诶，撞袂会甲你错落哟，啊，还做回去。啊！咱来行菩萨道的人呢，爱修行的人呢，真困扰啦！啊，阿拉叫先生看，讲啊，你这师父身长大啦！看迄图就知个啊，师父身是多，伊也是啥物作用，拢甲你写出来啊！也医生足好个啊，咱一个连友哦，伊那个惊啥呀？这是泌尿科主任，啊，啊，佮听讲讲安尼，世界真权威，不是出嚟演讲，不是写论文出嚟演讲，哎，因为我是唔知因是因咧惊啥遐搞，我落去台大去安尼验，验到咧真正受伤重大，啊，台北真远啊，啊，一个去一边，啊，然后跳一个去一。真刁腕啊！哎，那个人就讲师傅啊，我那叫啥名了？可会主任啦？啊，第一张志哦，张我就叫啊，做医生啊，戴慧龙医师哦，做一人叫医哦啊，然后来叫看，啊，这医生足好诶！安尼，因为大家拢啊，因有阵时呐，丈人讲死去。嘛，我去改念阿弥陀佛啊！因这丈人死，我嘛去改念阿弥陀佛啊！啊，所以呢，伊咧甲我真熟啦。我虽然介无熟识，但伊可能对事啊，真恭敬。所以，那钓我看一缸，爱去看一缸，伊用车杀来个连线给我载，再去便宜会看。医生来搞，再去会看嘞，所以讲嘞，对咱是足好个啊。啊，看看嘞呢，啊，用个健保卡，公家付钱付不完嘞，咱结束来付钱，拢因爱母教我付钱，因爱母教我去，爱来载啊，因囝婿来载，爱啊那，可以讲千五块，爱付五百块，啊，因。因爱母都甲付了了去啊，拢甲供养，平时咧供养，所以讲看病呢，伊拢甲供养。啊，看，伊个去食，吼，伊个去食呢，人会戆呢。腹内底哦，副作用有够济啦，看看都无啥敢食呢。吼，一心肝头鼻目青呢，一暗时啊，鼻水过流呢。因为我这鼻窦炎无够好，有这鼻窦炎，要困到半暝啊，未喘气呢，
呼，他死去呢，被个借，啊，无被穿开啊，好啊，副作用够济啦。我就问个医师，我讲戴医师啊，你看这做护肾会好啊，未好？伊讲未好，啊，未好，你开这药好，食要创啥？伊讲这都给你控制尔，我讲他阿弥陀佛啦。哎，未好开药就控制，我这药副作用真济，因为我做护肾无时间食这药就死去，我的哎。哎呦，我心话底安尼想啦，我唔敢讲，我唔敢讲，我唔敢你讲啊，人家肯成的。一去台大吃药啊，吼，我那点人听，你嘛唔敢听。哎，本身是啊，我看你吃起来，我点人听。哎，真正点点你唔敢听，什么头晕啦、呕吐啦，哦，什么心悸啦，什么。足济啦，我念未完啦。呀呀，啊，真正食了都是安尼哦。哎，我想讲哇，我就相信我是汉医最好啦。啊，那咧讲经哦，哦，那咧八关斋戒啥，你大中八关斋戒弄几啊百个啊，啊，五六百个几千个啊，啊，就讲哦，修身哦，修身壮大哦，恁家长会比方我最好哦。我一直学，一直讲哦。嗯，无啥人知，有人家报去江淮摘中医，我是摘中医就好了。啊，去摘，摘过年，摘到教会拢无好。啊，有个痛损啊，也无好。我讲啊，这长痛不如短痛，我看来手术掉。哎，要看新闻看出来。神讲为蓝光，绿色蓝光所系啦，绿色蓝光所系啦，啊，即摆上进佛讲个绿色蓝光，绿光绿色所系，上界进步，但是爱智慧。啊，蓝光个呢，光辉最闪亮，啊，哎，我是讲我个想我智慧就智慧啊，啊，阿妈唔敢入万林超市，想万林超信徒足济拢来甲看。那家看哦，有的要包红包啦，有的有给你问东问西啦，不胜其烦啦。哦喂，我就来台大，那台大其实，技术上好啦。啊，咱从住址宿舍弄底下，你弄底下的服务啊，咱弄有人底下，哎，就拢给他安排。哎，我就去台大手术咯，九月二日手术，那话不可思议的呢，啊。九月二五呢，我都要去大台北，啊，未使就崩不到幺幺去手术啦，啊嘞，哎，啊，九月二五用我做班，马上要手术用做班哦，万万舒服哦，因为我足罕的万万舒服，有足重要代志呢，一做去我办，啊，一百万舒服，哇，到底报到多三个月我拢唔知哦，啊，一块心动，拖未断哟，不然吵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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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代志未甲讲以前，我三工前我就变万万舒服。嚯，变完到底花红足水哦，我花开啊足水，花拢唔快花哦。一真正诶，到底不到诶花红一张水哦，啊。三工后你就变胖了，啊，即位要手术咯，明仔载要手术咯，还用就变万万舒服。万万舒服，错过这万事兄弟来哦，啊，要耐心哦。欢喜个味道嘞，哇！那、这个树顶里哦，那那树上滴就好香顶里哦，耶耶耶！我这树上滴，过门外问题哦，啊，问我讲，我这你说啊，我，听讲你足够做了咩？哎呀，也足够开始个，你说啊，要安怎做了？要那个时间开始？哎，我会讲文听哦，你旁听都会讲文听哦，哈哈，哎。啊！要讲讲咧，阿叔就要转去啊，要转，我来解散哦。啊，
爱杀哦，哦，掉个不要掉个竹子，我这我弄成个这长挂，哦，这长挂弄的你哦，我可以等哦，莫老几年都家哦，老几年都家我上个等你去等哦，啊，哎呀，你弄哎这口罩掉哦，上个老汉呢，我老汉嘛掉个竹子，看我这孙子来哦，哎，那个上等。聊着亲起来了，哎，跟人家那求事了，哎，伊拉去求事了，伊拉下晡去求事，两点外求这个四点外，啊，伊七仔啊，中昼时十二点外就出院，十二点就出院了，啊，出院讲一礼拜，过一礼拜呢，还过去复诊，啊，然后就唔敢等从我娘家远点，都多求那人些。啊，就那些啊，那林允其是那个朱文家，还多些。我第三天，我小哥的，大汉后生，还没新妇，还没太太啊，去求那人家家看。家看是呢，伊都讲讲了，唔敢讲。啊，伊讲说啊，我做一个梦呢。不敢说，我你做三房说，我的禁忌啊，你做你讲啊。伊讲你二六包手术，二六要手术咯，啊，我二五已经做一个梦哦。梦参公来难答我，哎呦，唔够我赶快梦。我梦参公哦，发恁足地孙阿弟，哈，啊，错足地心动，来难答，来认识啊，啊，我多听你哦。哦，啊！你看到师傅来哦，你欢喜个呢？你讲师傅啊，哦，啊！你坐阮坐遮济，阮遮孙人，你个坐遮济圣道，你是有啥物贵事是无？伊讲要甲你做往生仪式啦，要甲做往生仪式呢，哈哈哈！所以阮呢，迄大汉囡仔唔敢甲讲呢，即不吉祥代志啊！啊，这就是死去啊，唔知要甲做往生仪式啊！啊，我听师傅甲做往生仪式。我笑个哈哈叫，我真欢喜笑个哈哈叫。啊，我哋囡仔讲我拢无力咯，爱甲呼掉你哦，呼掉你。啊，坐住遐哦，啊舒服哦，坐住我面头前哦。呀，我呢孙阿弟哦，为个因为几啊缘咯，即缘即缘，为几啊缘咯，我舒服，剃度足济啊。啊，我呢孙阿弟一缘即缘，为了出家人，为了得缘咯。哎呀，信道，哦，人生你那信道拢为的我好面咯，啊，滴的为的为人为的，再再，出去，所谓后表面那滴为的为作者，哦，耶稣，啊，年轻也好，我是阮厝的年轻做大基的，像我咧，啊，二十年仔也做大基啊，啊，也好，阿弥陀。来两户咯，哎，家做工程技师哦，伊我们吹清楚，我说你看你安怎做啊？结果我们是念阿弥陀佛咯，结果无死呀，啊，阿弥陀佛无错去呀，无死呀，啊，啊，我哩，我哦，拢未惊，阿妈无想讲会死哦，谁人无想讲会死呢？因为我平时有发愿呐，我平时拢功课做煞，我都发愿呐。回向向咧，啊！我家己发愿，啊！我拢安怎发愿咧？恁最好是对我发声开好，啊！我拢安尼发咯，啊！我发一遍给恁听啊！我拢释迦牟尼佛，感恩南无大慈悲佛，啊！欢迎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啊！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三声，阿弥陀三声，啊！十方诸佛三声。大地文殊师利菩萨、大英菩萨、菩萨大愿地藏菩萨、大悲观世音菩萨、大力大势至菩萨、诸尊菩萨摩诃萨不捨不离咯。地主无啥人，我地主感恩哦。啊，现年七十岁哦，年纪就老迈。啊，假使我细人那未尽，细人那还未尽呢，我一家一早一拜佛念佛，用功修行，听经闻法，听经闻法咯。啊，刚经说法，关怀加持照亮。啊！我真正菩提心明菩萨道。假使我世人啊改进，恭请阿弥陀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大慈大悲，
一礼拜前，或者是一个月前，都来甲我通知。啊，所以这个一礼拜前或者一个月前，我爱预定时间。啊，嗯，心无变化，心不团圆，意不颠倒，日日相颠。你若早一天来跟我接，啊，我就早一天看我。你若早一点钟来跟我坐，啊，我就减一点钟的痛苦。你若早一分钟来跟我接，啊，我就早一分钟解脱。啊，我要借我上品的莲花哦，啊，要来这个世界，跟你阿弥陀有功夫哦。啊！要那个阿弥陀观音大师有功夫，要度十方的众生哦。我特工，伊才是应该是功夫做煞，我拢安尼回向。尤其是到你面前底要困啊嘛，拢来回向。我暗时也有时也困死去哦。哈哈，阿弥陀，哎，爱带我去哦，我拢安尼记哦。啊，我是安那未惊呢，因为阿弥陀佛未来甲我讲啊，无来甲我讲，我立马在手术里死去啊。啊，无先来跟我讲啊，所以我就无想讲我会死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心肝底拢未惊呀，就是参观伫我面头，两个要甲做往生仪式，我嘛足欢喜，笑甲哈哈叫哦，啊，所以静，这就是平时的观念，啊，你平时有这款观念，你。当时往生未往生，咱交代阿弥陀佛。唔好讲哦，家己会知影，家己会知影，迄是咱真有修行啦，啊，或者是你功德真大啦。要家己会知影呢，真困难啦。较早，另外啊，迄条就是净万书啊，啊，净万书教我顶一回呢。那爱扎我一年出家，爱伫净土寺出家，爱落尾呢就钓着这个就是呐，药剂啊去洗药剂啦，糖尿病啊洗药剂，啊洗药剂是呢，啊是伊上头入去哦，医生说落尾就用个嘴巴啊家己洗，起码药剂也使家己洗啊，哎呀用个嘴巴家己洗哦。他们来洗了就艰苦啊！咪啊，有一天呢，伊就打电话来，陈林叔啊，陈林叔啊，我要来去啊，要来你也来加助念哦。我讲你哪知你要去啊？我知啊，我明仔载要来啊。我你想来知？我家己也知啊。我讲你家己知无准生啦。哎，阿弥陀来跟你讲的吼，叫尊生啦，啊，你跟你讲无尊生，啊，伊讲我真正马上要来，我未来马上你未死啦，阿弥陀无来跟你讲未死啦。哦，你也要怎样是一念中，你也跟阿弥陀讲，千万不能跟你错。哎，迄个稳当当一定会，真正马上无死啊，无死。过一摆我打电话来，伊讲哦。我这回真正要死啊！真正要死啊！伊一摆死无去哦，伊一摆去洗药剂的时阵哦，啊！伊讲人死先来看你学我听哦，啊，就是安尼哦。伊讲哦，都脚底啊，直直拧拧拧拧拧落起来哦，直拧拧拧，脚底啊啦，啊脚啦，脚大乌啦，脚大腿啦，直拧拧，巴肚直拧拧拧拧，拧到头壳心才起来哦。不用苦拢练啊，剩剩只小小鸟，伊讲安尼稳啊稳啊，我有哪来进入世界啊？哇！结果啊，就想讲要进入世界啊，有哪个去啊？啊，个小小只，个小到了，小小只，小个下地了，我说我倒去了，死无去哦！我今年咱人生，那个顶生延生天啊，人心恶鬼户啊，旁生膝盖里地狱九百次啊，看到的位，卡大声。开开大声练，啊，多一声阿伯练起来啊，练完了我要出力哦。哎，啊，都家里都是顶盛哦，那个叫做世界哦。哎，个卡来先啊，我讲啊，你也记不住啊，后来跟你讲叫尊神啦，你讲拢无尊神啦，结果个三更嘛无死呀。啊，落尾呢，啊，落尾，就死去啊，死去呢也无卡到那个讲啊。哎，落尾人讲。
定着时刻的来，我就去带他们，啊，开始该做了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呢，啊，我上个礼拜殡仪馆，啊，这个死呢，这弄这死人就只能用气茶叫，做排除的，所以咱想我呢，爱做出思想我，唔好讲死了都处理做何事，马上去殡仪馆，殡仪馆呢做排除的，咱要念佛，咱要念经。气茶叫啊，所以咱爱法官啊，阿边那法呢？那法对话哦，咱那法官咩？春节婚证呢？咱对话法啊，来合掌哦啊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地主感应。啊，你那惊死点外面啊！啊，地主感恩啊，现年几岁啊？哦，现年七十岁。少年嘛爱念哦，不是少年都未死哦。少年嘛死嘛爱念哦啊。告诉我谁那字？你告诉我谁那笔经？谁也笔经？我告诉我那阿伯会死啦。啊！那是我告诉我事业未尽啊，我会惊会走，会拜佛念佛，用功修行，听经闻法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会讲助念，哎，做念哎，爱讲做念哦，啊，这阵阿伯变卵死哦，可能死，但阿伯再要死哦，啊，家事细那该尽，恭请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，大势至菩萨，大慈大悲，三感情来给我通知，我三感情的一滴时机。心无病苦，心不贪乱，意不颠倒，日日禅定。你若早一天来给我找啊，啊，我早一天看我。你若早一点钟来给我接，啊，我减一点钟的痛苦。你若早一分钟来给我找啊。啊！我早一分钟解脱，我足欢喜要来你极乐世界。我要借我的莲花哦，还是讲要借你的莲花哦，还是讲要借我相片的莲花哦，拢会使求啊！我足欢喜要来你极乐世界哦，要学你的功夫哦。要学你阿弥陀的功夫哦，要学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的功夫哦，要来度十方的众生哦，安尼就对啦，安尼晓讲哦，啊，这就台湾啦，啊，就是愿啦，啊，所以你就安尼求，去对满你的愿，哎，也嘛会使安尼讲，可比讲看咱的家庭的情形。你家庭我都唔信佛啦，咱死咱要做佛事哦，伊要创西光啊，啊无信佛咯，迄就足可怜了。你讲我若临终哦，我无爱劳烦阮厝内人哦，阮只厝拢无信佛啦，啊病啊要死要死啊，佫唔死啊，病咧五年三年啊，就是真有话变不好去啊，啊我要拖足艰苦哟，我无爱劳烦为家伙人，何况呢？无病苦，我就要来去啊！啊，拢会使安尼求，啊，这福啊，就是无量愿。你求啊，有求必应，有求必应啊！哎呦，那个你讲讲，这做做欢喜，做完阿弥陀佛。